第四十五题，小兰忘记取出口袋中的手机，当时转速太快，此时手机突然掉出，则手机飞出的瞬间，其方向最接近何方？我们晓得在圆周运动，如果突然失去向心力，东西会沿切线飞出。图上告诉我们，旋转方向是逆时钟，所以在小兰方向的切线方向是朝右方，图上的右方就是东方，所以手机呢会向东方飞出去。第四十五题问我们说，则手机飞出的瞬间，其方向最接近何方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东。